还有，在这个地方，假设我打小美。好，然后现在我把这个档案储存起来，这个档案我储存起来哦。你记住哦，我刚最后储存档案前，我做了一件事，我就输入小美，对吧？好，我现在把这 Word 档案通通关掉。请问一下，我现在是重新打开刚刚那一个 Office 2010 TIFF 40章，在下载里面。一刚开始打开这份文件，它是不是停留在一刚开始文件的开始处？请问你会不会想要跳回去前一次存档前那个编辑位置？例如说好了，假设你有一份文件，你可能要花5天来去编辑完，然后假设你今天做到某一个程度，然后你跑去开会，那你离开位置前，你是不是会存档，然后关闭档案？那你开完会回来，假设要继续编这个文件，你会不会想要知道说刚刚编到哪里？会吧。快速键是什么？不知道。跟 F5 有关。刚介绍 F4，所以现在介绍 F5。Shift 加 F5，是不是快速跳到小美？小美有看到吗？这一招，这是，其实这些招都是各单位询问出来的，我说的是真的，这好像是我要是没有记错，就是最有钱的单位，那个中央印制厂啊，不是他们的钱，但是他们真的最有钱。他们问就是说，诶，怎么样可以快速回到昨天最后存档时那个编辑位置？所以 Shift 加 F5。我觉得这个功能还不错，值得你们去好好的研究一下。那个你们应该都没有使用过啦，可是我觉得会这一招还蛮不错的，你就不用在那边重新找。就好像说，你看那个《如懿传》，假设看到第50集的几分几秒，你希不希望下次打开来的，就是假设就你在关那掉，个位置就里，从那个继续开始，而对，不是要从50集一刚开始说慢慢找。好，这个文件编辑，上一次文件编辑的位置，Shift 加 F5 可以快速找到。